钱妈妈的谈心时间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哈喽，妈妈。哎呦，这么好久不见。那行，妈妈，其实我今天找你有一些事情想问你，就是最近啊，我发现我的零用钱都不够用，那我该怎么办？零用钱不够用啊，对，我觉得你要不要试着跟妈妈沟通，比如说帮她做做家事啊，对，或者是说妈妈，我成绩考好一点，然后去争取一些零用钱，我想如果你这样子的话，妈妈应该是 OK 的啦。对，这是个好办法。对，去试试看咯。谢谢你钱妈妈。谢谢你妈妈，好棒，我也希望我妈妈能像你妈妈一样先进的。好了，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妈，那个好，你不要这样看我。那个其实怎样啊？我最近觉得零用钱很不够。不够，不够什么？不够？你书也念不好，一天到晚想谈恋爱，你什么零用钱不零用钱啊？你想要吃东西，我觉得吃什么？家里没人吃是不是？吃什么吃啊？你去读书吧你。我的妹妹们的青睐，一小短剧，钱妈妈的谈心时间。妈，我回来了。Hello， 妈妈。哎呦，这么好久不见。那行，妈妈，其实我今天找你有一些事情想问你，就是最近啊，我发现我的零用钱都不够用，那我该怎么办？零用钱不够用啊，对，我觉得你要不要试着跟妈妈沟通，比如说帮她做做家事啊，对，或者是说妈妈，我成绩考好一点，然后去争取一些零用钱，我想如果你这样子的话，妈妈应该是 OK 的啦。对，这是个好办法。对，去试试看咯。谢谢你钱妈妈。谢谢你妈妈，好棒，我也希望我妈妈能像你妈妈一样先进的。好了，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妈，那个好，你不要这样看我。那个其实怎样啊？我最近觉得零用钱很不够。不够，不够什么？不够？你书也念不好，一天到晚想谈恋爱，你什么零用钱不零用钱啊？你想要吃东西，我觉得吃什么？家里没人吃是不是？吃什么吃啊？你去读书吧你。